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系第三次嘅啤李漫步。唔系啊，你用一身嚟计咧，其实真系都算少嘅。你唔好叫鸡，你我当你拍拖，你拍两三个拖都唔奇啦，系嘛？结婚前啊，结婚后，你当你真系真系。咁心如即係啊，心如止水，真係乜都唔搞。咁你都三四個啦，連埋個結婚嗰、那個係嘛？咁你係咪咁心如止水先？成世人結婚前你拍拖嘅時候係咪真係冇其他性伴侶先？唔好話性伴侶啦 ，one night stand 咁嗰啲啊，係嘛 ？SP 就係要講個時代啦嚇、啊。好啦，嗱呢一間荃灣嘅茶餐廳咧，喺呢個大涌道荃運二期樓下叫做西灣香飯店，我唔出相啦今日。OK， 喺逆市下開業，喺而家呢個情況開業係嘛？咁啊出奇招，大大張海報 ，OK， 標住早餐、午餐任食放題，分別係38同埋58，仲跟埋飲品啊！咁啊大批網民同埋路人注意，$38個早餐。$58個午餐咧，如果$38個早餐算平嘅，$58個午餐咧就一般啦。但係你一諗到係放題咧，就絕對唔貴啦，係嘛？唔係啊，就算你食$38個早餐都算平啦，今時今日啊。咁但係你話，即係講真，佢哋成日計條數，你食得幾多？嗱，一般嚟講咧，我同大家講，你真係食唔到幾多嘅喎，係會有啲人。真係誇張嘅，青春期就得。係啦，話説嗰日我同我老友大隻嘟，去到呢、這個啊，今晚都去食下，好耐冇去食啦。去到呢個汝州街嘅華苑食牛雜啊，食即係飯啦。隔離坐一條友咧，瘦嘅，我諗30多歲啦，食嘢好慢嘅，食嘢好慢，梗係唔係啦？佢嗌一碗豬手，淨豬手。哇！好多一碗淨牛腩。哇 ！OK。兩碟油菜，嗰都未夠，但係最搶牙頭，因為坐喺我哋隔離啫嘛。佢嗌一碟嘢，係有10隻荷包蛋，同埋有6-7條煙肉啊，幾塊火腿。咩嚟㗎？浸煎咪荷包蛋煙肉火腿咯，係啊係啊。跟住咧食完曬啦，你諗下喎，就兩碗嗰啲嘢啊，同埋兩碗菜，再飲一杯好大杯嘅，即係凍檸茶咁樣。咁跟住我哋埋單嘅時候，忍唔住同我細阿婆講啊，因為佢。佢話：誒睇下食$300多，因為我哋最主要話佢可以咁叫咩？真客啊！可以嚇。佢話以前啊，佢仲食得多啊，食$400多，但係唔肥嘅喎嚇。佢話次次嚟都係咁食嘅嚇。小林尊咁，你如果撞到呢啲人嘅，你$38咪賴嘢啦。不過佢唔係放題嚟嘅，華苑嗰度就啊。咁佢有咩食咧？嗱，見到佢咧，早餐$38任食喎，朝頭早7點至11點30，其實一出到呢啲招咧，真係好危香港。食得落都唔夠時間食啦。咁啊，唔係你唔夠時間你嘅事，佢就7點至11點30啊。咁有啊，瑤柱花生發菜豬骨粥，有蒸包喎，叉燒包、鮮肉包、流沙包，有餃子、燒賣、糯米雞。喂，我哋就咁食個糯米雞，飲杯嘢都4-5兜嘢啦，係嘛？好啦，亦都有炒飯、炒河粉、滷肉飯、河粉米線等等。午餐咧就貴少少，$58，11點30即係早餐一完就去到午餐時段，到下晝3點。主食有白飯、炒飯、炒河粉，各式各樣嘅小菜、蒸菜、潮式滷水、豬骨湯等等都有嘅，放題。喂，咁都抵喎！你話是話 ，OK？ 好啦，咁於是乎，香港茶餐廳同埋美食關注組嘅 Facebook 群組率先有網民去試食啦。佢就話：嗱，試食就兩極化嘅，有啲人就話好撚難食。佢話唔講仲以為係《監獄風雲》入面嘅午餐。佢話一人有一隻雞翼。咁但係亦都有人話咧，佢話：喂，$幾十你想點啊？賣相都唔算好差啊，咁啊價錢都係吸引嘅。喂，其實我都唔咩啦。你話$幾十咧，你問我咧又唔食咧，食得飽，唔好食物中毒嘅，你都冇咁多嘢講啦。你仲想點啊，大佬？即係又要買而好，又要買而不吃草，冇乜可能嘅。好啦，咁啊，黃家和咁，黃家和海人也咧，香港餐飲。職協聯協會嘅黃家和啊，我首先講係遇到咩事先。佢話喺電台度講，早兩日喺中環一間餐廳度同朋友食飯，遇到唔禮貌嘅服務態度，
於是乎他捉住了經理教訓了十分鐘，主持就問他，他對住你不禮貌，黃家和說可能他不認識我啦，咁我跟住就捉咗佢十分鐘教訓咗佢。我話你咁嘅態度其實係講下，我而家擺緊錢落你個袋度啊，教緊你啊。如果你入呢個行業咧，你呢個服務態度咧，整體餐廳營運都要做得好。如果唔係，你就係講下咁講。喂，黃家和，你有冇吹水啊？我首先講，你成日捉住我，我已經服務態度唔好，真係心有脾氣嘅啦。你捉住我，我十分鐘我真係兜巴打柒你啊！屌你老母啊！你有乜水啊？我係咁嘅態度，你關你撚事啊？撚夠你啲須啊！戇撚鳩嘅。即係老實講，即係跟住去分析嗰啲嘢就大家都知啦。喂，你話復活節假期，即係出入境嗰啲唔好講，你政府講乜都冇用啊！黃家和攞翻佢哋自己嗰啲數據出嚟，佢又包括呢個巴塞爾藝術展啦、國際七人欖球賽啦。好啦，咁啊有指話咧，喂，屌，好似呢個 Ascent Central 會有80,000人參觀喎。咁黃家和話齋，咁你當你有80,000人啦，但係76,000人嚟咗港喎，你話邊度勁咧？至於100,000觀眾入場睇七人欖球，嗱，黃家和話，佢話入境嘅海外遊客人數得40%，其餘係香港市民或者香港做嘢嘅海外人士，正式計埋落去連40,000人都唔係，係得16,000嘅外國人嚟睇。佢話。即係睇呢個欖球賽事，咁當然呢16,000人亦都或者嗰啲其他人都會令到即係銅鑼灣啊、加山一帶嘅食肆係旺咗嘅。佢話但係咪旺嗰下咯？佢話第二日佢去翻蘭桂坊度睇，都已經好冷清啦。以前喂成個禮拜咁樣，蘭桂坊好噼哩啪啦噶嘛啊。咁啊，佢話咧餐飲業喺5月嘅生意欠理想，有300間食肆結業。咁啊，琴日我見到阿正都出 post 啦，領煲王都結業啦。喂，你諗下領煲王啊，即係佢基本上同我哋網台一齊成長啦。喺過去咁艱難嘅日子，即係亦都佢個位置其實咧吊腳難，即係唔係咁容易同人講喺邊個位置，所以我覺得好容易佢都捱到喎。即係我認為，如果我係我一早即係4年前、5年前、6年前都執咗佢噶啦，佢都捱到。終於都捱唔到啦，去到而家，或者唔值得捱咧。做到幾時啊？5月咯。做到5月，喂，好啦。佢話而家踏入4月咧，佢話預計將會更加靜啊。佢話相信可能要過咗母親節或者暑假之後，先有咁多遊客嚟港。你哪來嘅信心？憑乜嘢？點解啊？點解啊？5日你都冇信心啊？喂，你問我，我真係冇乜信心喎，係嘛？嗱，如果你正常嚟計。在營商的你香港一定是一個值得投資的地方，資訊發達啊，很安全啊，治安好好啊，那他就來了。那現在我不是說你那些 factor 沒了，是我不會來投資的嘛。這個不會來投資有很多原因的，除了你說什麼23條那些之外，喂，你現在那個即所謂的政治，即是那個政治環境啊，那都是影響那些人不會來投資的意欲的嘛。來旅行，喂，我都唔知咩事啊！我同大家講，真係唔好以為啊！我哋話啊，我係咩香港人啊！我哋2019年啊，唔好咁街啊！係冇人會好啊！唔好講你香港，緬甸而家係點樣？你知唔知？你問下啲歐美人士、新加坡人士，香港咩事？喂，其實好似我喺馬拉嘅時候，佢哋都係知啲唔知啲嘅啫。哦，好似有啲亂咁樣係咪啊？但係當我要嚟旅行嘅時候，哇！屌你老味，有旅遊有警告嘅喎。喂，咪唔嚟咯，好簡單啫嘛，佢都唔需要深究究竟係發生乜嘢事，又唔係冇喂，又唔係冇第度去，係嘛？咁啊，所以咧，我結業情況係我真係覺得好難搞。好啦，中原指數工商鋪今年首季工商鋪成交611宗買賣成交，成期內總成交金額187億啊。咁啊，兩者咧較去年第四季跌咗11%，同埋70%，係咪？即係金額就跌咗70%，成交量咧就跌咗11%。咁點解會跌得咁多啊？咁我賣得平咗啊嘛，啲鋪按年更加大跌30%，同埋12%，亦都係呢個指數有記錄以嚟。最低無論是買賣宗數和金額的成交
OK， 於是乎咁當然好多人分析啦，又話咩樓市熾熱啊，啲資金儲埋去咗買樓啊，可能係啦，你要揾理由。你問我，屌你老母啲工廠冇你買啊！而家先唔好講我哋香港人去外國玩啊，翻大陸玩啊，你淨係疫情幾年之後啊，你好多消費習慣都改變咗啦。即係譬如話，喂，我可能喺上網啊，或者點樣，喂，有啲人咩山姆百貨係嘛？咁嗰啲鋪頭佢點樣值錢啊？名店最浪得起噶啦，係嘛？你而家淨係你出廣東度睇下，你行出廣東度睇下，係啊，燈光火燼啊，不過條街冷清清咯。嗯，即係你問我咧，即係除非你真係咧，即係譬如我哋偉大祖國同美國佬啊、歐或者美國佬啲盟友啊、friend 個地緣政治嗰個影響比較細嘅時候。咁就有望一啲海外投資者會翻翻嚟香港。喂，呢一班投資者佢哋嘅員工啊，同埋你嘅屋企人喺香港租咩樓住？即係以前啊，食緊乜嘢飯？咁你計下佢哋呢一班人，唔好講多啦，有一萬人，一個家庭有老婆有仔女嘅三四萬人，作為一啲咁樣嘅消費，哇！租啲樓喂十幾廿萬一層嘅咩南區啊嗰啲咁樣啊 ，OK。咁有架車啊，細路仔讀國際學校啊，食飯海港城啊，或者咩灣仔會展啊，有陣時又會去西貢嗰啲，有陣時係一啲即係 higher middle class 嘅生活。喂，一個家咁嘅家庭，唔好講多使你廿皮，真係唔多啦。喺香港即係 gen 廿皮出嚟，一萬個就你都唔撚知啊，廿萬二億啊，唔知你哋計下 ，OK 冇咗咯。嗯。咁啲鋪頭冇呢一班客，屌你老母賣$15，四條腸粉四粒燒賣啊，就梗係跌啦！有話你嚴峻啊 ，OK？ 即係老實講，就算你話喂阿爺出手嚟頂，有啲咁嘅事，頂你啲工商鋪，好啦，最後，呢一節好快啊，講埋呢單。嗱，個排頭咁樣嘅，但係你諗唔到內容嘅，日本變態男。夜闖公園性侵水龍頭，半裸踩單車預警遭揭發。嗱，你就咁聽呢條題咧，第一時間就諗：屌你老母，有啲變態佬咧，屌水龍頭，去屌水喉。OK， 咁老實講，馬佬變態起上嚟真係乜都得嘅。哇，唔係嘛？嚇，唔係我知，但係你記唔記得我哋大埔最，我到而家都唔明。就是屌鐵板個窿喺公園度。係啊。OK， 今日我有呢個架撐啦。係，示範啦。係啊。各位網友，老實講，當日喺大埔出現咧，嗰條友咧就係、是、有就係、是、屌啊，查唔查出嚟？唔使查出嚟。公園有啲鐵板啊。嗯。鐵板有啲窿啊。OK， 佢又喺度屌緊嗰個窿。嗱，類似呢個咁樣啦。嗱，嗰啲公園嗰啲鐵板嘅窿應該冇呢個咁大嘅，咁但係太細又不能有㗎，你條撚你始終係啦，你始終會有個粗度㗎。但係嗰陣時我一睇呢段新聞，我應該覺得好撚奇怪啦。屌你老母！嗱，你譬如呢條係諗啦，呢條係諗，你個快感係嚟自咩咧？你係喺度喂，你呢度一定要入邊有嘢啊！你明唔明啊？呢度入邊要有嘢啊！有嚿豬潤又好，有個瘦肉又好，或者攞啲紙巾好，濕水乜都好。你嗱，如果唔係嘅，你一屌入去你個溝頭喺度，你根本係冇快感可言噶嘛，除咗痛之外，係啊，啱唔啱啊？咁當然，我後來諗佢可以製造快嘅快感嘅，就是、要挺起條腰，將佢個頭咧，盡量咧喺度磨啊，即係唔好做護膝運動，喺度磨啊 ，OK。即係唯一係咁樣咧，佢先可能有快感。但係喂，佢嗰個金屬嚟嘅喎，嗰塊板。係啊。屌你老味，好在唔係通常佢屈落去嘅，因為嗰啲公園啊、嗰啲金屬啊，嗰條邊屈落去。如果唔係刮親就屌你成條，屌你血滴子咁樣溝溝條撚去啊 ！OK， 好啦。咁啊呢一個點變態咧？我心諗屌水喉嗱，其實我哋乜都見過嘅，為咗爭取快感，有啲人啊話塞啲蟲落個溝頭度又有喎。哇！即係
啊，我有啲人塞條線落個屎窟窿度喎，嚇咁啊！呢一個係咩事咧？嗱，警員喺呢個公園入邊照例巡邏嘅途中，佢突然發覺有個下半身赤裸嘅男人踩單車經過喎。如果你上半身赤裸，可能個差人都唔肯理你嘅男人就，於是乎將佢截低，跟住咧就睇佢啦。喂，屌你老尾，做乜撚嘢？你夜媽媽喺個公園度北街一路咁撚樣。好啦，屌你老母叫鬼撚鼠鼠。於是乎攞佢電話嚟睇，哇！點知咧咁就有驚人發現啦。嗱，原來咧呢條咁嘅馬佬咧係啱啱喺公園對水龍頭即係水喉啦作出猥褻行為啊！啱啱做完啦，仲影撚低啊！跟住走佬嘅時候咧，又唔撚著翻條褲，下身赤裸踩單車。其實你下身赤裸踩單車好撚辛苦嘅喎，你淨係嗰個單車攝位頂撚住個屎窟窿啊！頂住個公園都唔好啦。啊！但係我明白點解嘅，我睇完曬成段新聞，好啦，綜合時事通訊等等嘅日媒報導，事件發生喺今年嘅4月1日凌晨2:00，位於日本東京細田谷嘅都立蘆花公園啊，呢條馬佬唔知叫咩名啦，喺深夜睺住夜闌人靜嘅時候，屌你冇人喎，如果日本嗰啲咧賊咧，應該咧要整條咁嘅嘢啊！咁撚樣啊！佢哋唔知點解咁撚樣，覺得人哋唔認得佢哋嘅咯喎。O K， 係啊，好啦，入到呢個公園 ，O K， 跟住佢仲用望遠鏡觀察。哇！帶埋望遠鏡。帶埋望遠鏡觀察，確認周圍冇人啦。佢咧就將個水龍頭貼近自己嘅臀部嗰條縫入邊來回摩擦。哦，即係佢唔係屌水龍頭，揾水龍頭屌自己。係啦。佢又水龍頭，因為佢向彎噶嘛，水龍頭。OK， 佢咧即係，譬如呢個係水龍頭啦，呢個水龍頭，水龍頭唔喐噶嘛，水龍頭佢自己喐嘅咯，有啊，佢硬，佢硬個水龍頭啊。OK， 即係佢咁樣摩擦。好啦，完事後嗱，我就唔知點完事啦。點為之完事咧？即係佢即係純粹係摩到咁上下去行開叫完事，定點樣咧？佢仲自拍留念喎，跟住就心滿意足咁離開。嗱，點知啊俾差人攔截？嗱，點解咧？我哋明白佢赤裸條褲咧，佢原來有呢鋪人咧，佢赤裸條褲錯落嗰個攝位度咧，反而又繼續摩擦佢喎，那個攝位啊，摩擦嗰條屎忽碌個縫咯，嚇好撚 free 啊！佢可能覺得好啦，面對警方嘅詢問，呢、這個男子只能夠尷尬咁承認：，我最鹹濕咯。終於就被呢個逮捕移送公園咧，就喺事發後咧，火速拉起封鎖線，話會全面更換水龍頭先再開放使用咁講。喂，其實嗱，老實講，消毒啊，更換添嘛。其實我覺得咧，又冇乜所謂嘅，你洗一洗佢，揾條水喉肥一肥佢，屌你百洗為零美啊嘛。但係日本人唔係咁咯，佢心理壓力好撚大噶嘛。屌你老母，你去！洗水喉，我唔知條水喉咩喉啊！飲水，屌你老母，諗下又諗咗喺度磨屎窟窿喎，咁你真係好難搞噶嘛嚇！唔好做呢啲啊，各位網友，休息一陣。